零一五一零一，我们一起的主信耶稣。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参加今天的崇拜聚会。下周崇拜由刘伟茂牧师讲道，讲题为心灵健康。八月份为职场月，崇拜信息主题为晋升职场胜利组，教导您将圣经的原则用于工作中，领受作首不作尾，居上不居下的祝福，乐在工作中。鼓励大家踊跃邀约新朋友参加。八月八号晚崇，八月九号主日一到三堂为父亲节欢庆主日，当天将有玛莎路原名合唱团精彩演出，还有给爸爸的一封信感人分享。八月八号周六青崇欢庆复兴节，另有青年创作诗歌发表及戏剧的演出，鼓励弟兄姐妹踊跃邀请爸爸参加，一起向爸爸致敬。八月职场月系列课程来喽，合神心意的经营管理，教你运用圣经真理提升获利能力、领导才能。时间在八月二号到九月六号周日下午，晋升职场胜利组信仰篇，全面解读圣经职场侍奉版。职场篇带你掌握超越世界价值观的职场得胜方程式，时间在八月八号、八月十五号周六早上。鼓励弟兄姐妹踊跃报名，也可邀请新朋友参加哦。详情请参阅周报。为八仙城报事件祷告，你我一起来。祷告文除了刊登于周报内，同步放在教会官网、士林灵粮堂 FB 粉丝专页。邀请你每天花五分钟，一起为伤者家属及医护人员守望祷告。第一届青年居问生命更新营正式登场喽！翻转你的生命，经历属天丰盛的祝福。营会时间在九月十二号、八月九号周日下午两点前，享有早鸟优惠。鼓励国一至高三学生、稳定青年牧区崇拜及小组者踊跃报名，详情请参阅周报。儿童牧区青春启航品格营及儿童服务队本周日报名截止，请爸爸妈妈赶快把握机会为家中宝贝报名，详情请参阅周报。真爱婚前辅导婚姻教育课程，时间在八月二号起周日下午，共计五周，透过婚姻辅导工具帮助评估关系，学习婚姻相处之道，鼓励论及婚嫁之男女朋友或结婚三年内之夫妇踊跃报名参加，详情请参阅周报。新一季六日假日广场摊位开放招租，欢迎稳定参与小组及本堂会友踊跃申请，详情请参阅周报。圣餐饼制作义工招募中，将安排圣餐饼制作的教学，无需烘焙经验，鼓励踊跃加入服事的行列，详情请参阅周报。创意媒体部，你有文案撰写、采访、活动执行等经验吗？你就是我们要找的企划编辑同工。你有影片拍摄、后制剪辑等经验吗？影音同工真的就是你。欢迎能配合教会作息的弟兄姐妹加入教会同工团队，一起建造荣耀的教会，详情请参阅周报。受洗班于每月一三周开课，七月份上课时间为七月十九号，地点在二楼二零九教室，课程完全免费，无需报名。信仰探索班上课时间为七月十九号礼拜日，课程名称最好的朋友。七月二十六号礼拜日，课程名称亲密之旅，地点在二楼二零七教室，课程无需报名，欢迎慕道朋友参加。You are the one.周收到建堂奉献金额为三十五万元，累积至七月十二号建堂奉献金额为五亿两千三百万元。以上是本周教会消息，详情请参阅周报。